欢迎观众朋友继续收看礼拜日的南投新闻。信义乡的东林社区虽然所在偏远，但是真有真精美，居民也相当的团结。最近县内的拆家大师王显明甲王显志两兄弟啊，都专工前往信义乡来开班授课，推动东林社区要成为咱南投县头一个拆家村。经过三十多点钟的课程，社区居民虽然拢去学这天然擦嘎嘎哀哀叫，但是每一个人拢真认真学，做出来擦嘅作品，可能为老师拢非常的学乐。李居民也真有信心，东林社区一定会走向擦嘅全来发展。学习擦嘅课程已经到尾期，东林社区居民摕着家己的半完成品做最后的装修。两位王老师看到大家这么认真，心内欢喜甲满足，为面上拢看得出来。尤其这摆以社区山景为主题策划，更加是由王老师所设计，意义是更加不同。我会吸引我的地方就是一个人情味。哦，他这边的人情味的话，真的是都市里边找不到的。因人个吼，大家拢足好个呀，很吸引我。我再来的话，就是一个很漂亮的风景，这无敌的风景哈，真的。我就跟人家讲，这是一个人间的仙境。同林社区家虽然是咱南投县上偏远的地区，但是因的凝聚力足强，大家学习能力嘛足好的，所以阮大家感觉教了感觉讲嘛足有成就感的呀。所以阮就是希望讲，因要做出一挂好的商品，在因的桐花季啦、梅花季啦吼。拢对因社区有时来帮忙啊呢。东林社区在管府文化局的辅导之下，已经上了三十几点钟的初级测嘅课程，大家认真学习，拢反映伫咧作品上。除了两位王老师非常满意，所有学员也拢感觉，就算身体因为天然擦的过敏，也真有价值。吼，咱像咱像好，擦啊，夹啊，那低头哩安尼，哦，迄边咱啊发发啦，你足歹看。啊，这手啦、脚啦，这拢乌的，拢变乌的。啊，毋过阮乌是乌吼，艰苦是艰苦吼，代价足济，后下做起来足水个足水个，阮大家呢足认真足拼死学安尼啦。辛苦以后就有代价啊，所以就是阮大家都足坚持个，啊做到即马，大家有看到家己个成品，讲成品真个足水个，嘿，会希望讲阮会愈做愈水，啊以后嘛会希望讲阮社区会走向这漆器之路啊吼，啊甲漆器结合阮社区个美食。啊，即马就是拢起家起来用安尼吼，啊，从做 DIY 来的时，伊扎顿嘛，拢足有成就感嘞。啊，伊顿去我做条款嘞，啊，达标做起来拢总无共款安尼。因为东林社区深交人情味以及美好的山林风景甲空气，吸引两位南投县测嘅大师甘愿为草屯开两点钟车时间来教课，除了是要实现南投县发展测嘅村的理想，也看到内山居民团结一心，创造社区特色的美好环境。记者金木山采访报道。